那个礼法是不是这样？一遍啊，试一遍。说话走路都会有问题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但我左思右想，如果我都不问问你，是不是不负责任？他毕竟是圆圆的亲弟弟呀。好吧。好呀，那我可以带这个玩具给他们看吗？可以啊。是。你看，瞧瞧，一，妈，二。脖子被勒住了，你妈妈是用最后一口气把它拉开的。让姐姐去上大学，不要再去做手术。好，我们再商量好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大家都来给你过生日呢，来进屋吧。Party three, roll. Action. Happy birthday.